9日 Brand New Music 表示，为了 Brand New Boys 出道，组建了专门小组。据悉，由各领域专家组成的该专门小组将独立运作，以加强成员集中管理的系统。相关人士表示，将通过这个专门小组提高组合的完成度。最重要的是，会为了能创作 rap 的林一鸣、创作编舞的朴佑镇和可以作词作曲并且能进行 producing 的李大辉和金东贤等成员，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力量，从而进行全力支持。对于最终成员和出道时间，他表示，李大辉、朴佑镇将在 One on One 演唱会之后暂时休息，他们将全力投入团队的练习和工作。以 MXM 活动着的林一鸣、金东贤也将在这个月的每周巡回演唱会和下个月的札幌 K-pop Festival 结束后正式加入组合。